公路旅行第四天，赶快拍卷，他要死亡，死亡之主，死亡行李箱。相信有了这些历练之后，他以后杀人会更加轻就熟的。我不能昨天是针对我。现在决定吃早餐，吃早餐啦。这是一个刚刚不小心把胡椒粉加进去他的茶里的人，好难喝。我们来到最后一天的住宿了，这是一个很可爱的小房子。小小的，挺可爱的。这床不太小，然后当然啦，也是有一个小小的、很臭的浴室。厨房一应俱全，还不错，是一个不错的房子。这里就是 Airly Beach 的附近。脸超大，脸超大，脸超大。啊，我知道。生吃生蚝，澳洲第一次生吃生蚝。要怎么吃啊？请问，看懂的，会举这个吗？要举多少？太多太多了，举不起来。啊，好酸。一口闷。好吃吗？好吃，好嫩。Airly Beach 的某一个海滩。我今天拍过去看起来挺性感的、啊，他有时候这个角度拍的，对，有时候商场门口那种、那个人形的摇摆人，人形打气。喜欢，我最喜欢好好吃的，两个一起拍啊，超往前的啊，招魂吧，消气了，消气了，那打烊打烊了。一群年龄要奔三的人在这边玩这些奇怪的东西。